集中注意力，这就去做。已做好题，我听到了，您的指令。大家听好，我们要收到命令了。是，我已准备听从指令。是，我依照您的指挥移动。我准备接受下个工作。 是，我正在迈步移动。直到了，第一个，您需要奉命转移方向。不错，是，我已准备听从。大家听好，命令即将下达。是你。很好的完成了一个工作，我们正国会奉命去做。 集中注意力，命令即将下达。准备。集中注意力，命令即将下达。知道了。我会确保他。第一高超，不容安贴。大家听好，我会听从您的命令。明白。出发，不要胡闹了。 第一高超，我依照您的指挥移动，停到了，正在移动，您需这就去做，这就去。村民该去干活了。我已奉命转移方向。我这就建好。我知道，村民就去。 准备是，我已准备听从指令。技艺高超，不容安天。很好地完成了。你需要我奉命转移方向。我知道自己在干嘛。让我去照。我会确保他干得很好。 技艺高超，不容安天。听候，朝代命令。我已准备正在迈步移动。是，我已准备做要练造的电器。我会确保他变得很好。第一只。 不错的，您需要我做什么？听候我前进，早准备好了。我们随后会遵照您的指令。你是前进，你是谋，你我会听从您的命令。准备接受第一招，是，我已准备听从指令。是，我已准备听从指令。 前进吧，听候差遣，我准备好了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正在等您的事，又该我们一起同样，让我前进吧。是时候干干活了。
士兵准备履行职责，进入菜田我准备好了，我前进吧。大家听好，我们要收到命令了，准备听候。高超，我会奉命去做。我给您指挥棉，听候差遣。让我前进。这里高超，我会前进。一座需要提示。顺从国政，行走于正义之路。大家听，有目的地了，我们走。你不行。我本地提示，让我去战斗吧。等求到命令，我在前线再接到。是，我依照您的指挥移动。我会依照您的指挥移动。听，我正行走于正义之路。让庭正在等待您，要我会按您的指令行事。您，我会依照您的指挥移动。提示：服从指令，提马向前。大家听好，命令即将下达。敌人的射击很准。一座需要建造的建筑。大家听好，命令即将下达。地义高超，不容安天。是，听候。收到命令，让我去战斗吧。收到命令。是，我已准备听候指令。地义高超，不容安天。让我前进。您的意志，我的双脚走在美德之路上。我看到了，将被拘留，我会奉命听候差遣。听，我带着荣誉前进，为我们提示，将伟大的荣耀前进。我们准备好了，收到指令。新指令。我在这儿，让我去。我们的理想，我给我知道我的职责，我会执行。快点，老朋友，我们受到了攻击，我会服从。我的人，我们的师长，他们为您是外良。现在整齐列队，我服从指令，前进。提示蒙，提示，新指令就近执行，听您指挥。收到命，我服从指令，服从您的意愿。我们遭受了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，抢向战利品吧。听候差遣，您的意志将指引我的脚步。我会照着我的双脚走在美德之路，顺从于美德。敌人的炮火吓到了我的马。我会照做，我会依照您的指挥移动。收到命令，服从您的意愿。
很好，命令即来，移动命令了。您的重骑兵出发。以前的命令叫做打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对您的工程器有何指令？命令是拆卸完毕，正在移动。集中注意力，命令即将下达。重彩集到，我是不会停下的。可是，我已准备。让在我身上。大家听好。指令，我这就建好这。您的意志将指引我的脚步。我给铁网战争打我的荣幸。马上就绪，注意执行工程器已就绪。入于敌人炮火威胁中。新指令，现在一切状况良好。让他们，我们马上就敌人。让我去战斗吧。命令工程单向 T 移动中。反碎敌人炮火威胁，我们会按您的指令行事。敌人炮火威胁，我们会按您的指令行事。命令是需要您马上没有提示，一组前进。我们提示一组战斗提示，服从指令，骑马出。技艺高超，不服顽强，我才知道我是不。大家听好，命令即将下达，携带着矿物，准备接受下个工作。你做需要。技艺高超，不服顽强。您需要我做什么？技艺高超。Thank you.